划时代，台庆巨制，两个时代裂缝，两线风起云涌。华阳集处求独当一面，台庆剧名媛望族，末代王朝历数十年经变，台庆剧大太监，中环盛衰荣枯，交错爱恨甜苦，无双嘅传奇，成双嘅经典，凝聚力量，一齐向上。TVB 45年，呢个系华人出头嘅时代。亦是穷人抬不起头的时代，这个是不有自主的时代，同时是用双手创造传奇的时代。澳门银河综合度假城实现台庆剧名媛望族。